我先把这烂青蛙合掉，妈的烂青蛙，这样合，沉起来哦，沉起来！看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，现在那我就先开始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守护灵开始喽，10+1，看这个。这个就直接开啦、啊！来，第一抽是这样子的，一个蓝的都没有。来，我们第二抽，两个绿的，然后全部都白的。哎，干，怎么那么黑啊？我看一下宝到底是怎样。100，100一定会中一个英雄。那我们抽到100都没有个紫的，来再来一次。哦，有一张，可是这张可能只是蓝的而已，不是。蓝的铃铛，干！我用这个按的，好像这个连续再抽的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发现吗？我这个卡里面有分一般的，你们看这个都是白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它这个有在转圈圈，蓝色光圈在转圈圈的，这个应该是绿的，有没有转圈圈的这个？这個、就是绿的。有蓝色光在转圈圈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那个卡面，然后再看它旁边有没有蓝色的光圈在转圈圈。好啦，又做一个绿的。哎，这个比天面还难抽啊，这个蓝都抽不到。好啦，我再怎样都要抽到保底先。这很难抽，你朋友抽到，你刚才有人说抽到纸的，应该是运气很好的。88要一次单抽，然后再一次11抽就是100，然后拿了保底纸。哎、欸，红的嘞！哎、欸，我只抽一张是红的嘞。哦，它旁边还有金光闪，是不是紫的、啊？单抽哎、欸，这是单抽哎、欸。蓝的，这是单抽哎、欸。第一次保底，我先看第一次保底我们能合到什么小出来。哇，这时候两张，要抽到紫宠真的有难度，我觉得。OK， 然后我们来开这紫色的。看一下紫色长什么颜色的卡？哎，紫色的卡也是长这样哎、欸。Oh no！ 生命的干，生命的我就看了就不想开，来吧来吧，继续哦。一次，两次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要重新按，这样才会开，这样才会开，对吗？这样才有红的感觉啊！你这直接开都没有，给我纸哦，纸。Nope。再一次，没有，我用按的都不行，我用这边按的都不行。55了，再来，再有红光。啊，不想看。这是超黑的，全白。明明就都有纸的，没有干，然后就给我这样搞哇！0.027，0.096，哦，0.5，哎，1/2我抽不到、哦，橘宠不能直接抽到，你只能抽到紫宠，然后紫宠6只合上去50%，你就想吧那个几率，来吧，成长的，贪欲的，看。为什么两只保底都青蛙啊？干、啊、我真的心情很差。来11，来哦，我的运气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一张纸，对不对？1/5，1/5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1/5，有感觉了，终于抽到第一只紫宠了。我真的不想要用这样开，再来。红光有红光有红光，这张是不是那张1/5的紫卡呢？看 ，Nope， 蓝的。游戏玩太多了，看光就知道了。开紫卡啊，紫卡，红里好像没看过他，再抽一个保底的，等下剩下10000钻，留着看怎么样？不想看。如果这保底再开青蛙，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再去保底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建议你们不要去保底了，我已经开2只青蛙了。我跟你说，再青蛙我就切，好不好？那么多只紫丸，这青蛙看。
怎么三个保底都清啊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它下面要有经验值的，是这只燕子哎，燕子超棒的哎，我想要燕子。请登录三个以上，要作为升级材料使用的手物。成功时只能获得一个高阶手物，失败时获得一个相同戒指的手物。自动登录，哦，是这样登录。啊，他们有100%啊，机车哎，你再给我和青蛙试看看。哇，看这要开始合，这个头有点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大概只能合7次吧。我跟你说，在青蛙，我真的是等一下视讯打开，我直接把拳头吃下去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不要讲这种不可能的事。5只猪加一个这个，点击画面，吃，搬运工，再一次。吃 ，Nope， 看，欸，真的合没几次，再来，这好像天堂 N 哦，点下去这样，看，吃，我要燕子啦，一直给我搬运工要干嘛？看，吃，吃，焰火，我，哇，我要金燕子那个攻击命中七八击，给我燕子，我真的想要燕子，给我燕子。燕子睡，成长了啊！守护，哎，那有燕子我是满足的啦，因为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状态消耗减少率，然后有经验加成，这都是我爱的东西。然后它这个状态是降低你疲劳值的消耗率，降低你疲劳值消耗率，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很重要的疲劳值，降低消耗率，这超重要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弄？等一下我要合的是橙色看看。好，来我合了，来3、2、1，点。好，各位，我按下去了。哎，没有橙色，没有青蛙啊！靠腰，失败了。我想和橙宠哦。Tomorrow， 来和蓝色，都是猪。觉醒焰火，成长的哎，他这个这么好的，这个他给我成长的 PK 用的，他给我成长的，我真的是装笑伟，真的是装笑伟。失败一次。再一只，开，成长，成长，牛、nope. 啊，怎么是防御啊？成长燕子，开，我先把这烂青蛙合掉，妈的烂青蛙，这样合，撑起来哦，撑起来，撑起来。什么鬼东西？没有橙色，没有青蛙。